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。今天第五集啊，讲的功能就三个，一个是剪切啊，这个功能的话是在面线实体上面通用的。然后一个是镜像，镜像其实一听你们都懂得是什么了，也是一样，线面实体三个通用，第三个布尔交集啊，数学学的比较多了啊，但这个只限于实体上面用，线和面用不了的。好，那一个废话不多说，先打开新软件。打开完以后吧，第一个剪切功能，剪切功能其实有两个，可以这么讲，比如说我现在拉了两根线，你们应该能看到吧？哎，当然不用垂直啊，你随便拉也行啊，你爱怎么拉怎么。split 还有那个 trim，那你看这两个，对，一个就剪起来，然后呢，两条线中间蓝色这个部分怎么？剪刀啊，白色呢是被剪的，那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两个，一个，先实验给你们做一遍吧。然后就对这样子，然后直接给你们实验一遍吧。点一下这个，先试一下这个吧。然后选择一个被剪的物体呗，右选一下，右键再选第二个，你也去剪的对吧？哎，你又看到对。本身我第一个选的问题，物件就被剪，就这么去记吧。你反正也可以看英语上面的，对吧？我先还原一下，对吧？反正就很简单，第一个是被剪的物体，右键一遍，再选第二个，再右键一遍，哎，你就看就被剪掉了。那另外一个有什么差别啊？另外一个就这样子，其实同样的道理，只是说，哎，你看到了，对，咦，有一个没掉，没错。所以说，在他们选择的一个过程中是相反的，因为一个是选了一个被剪，再选一把剪刀，然后第一个它被分开两块，对吧？然后第二个是这样子，我选这把剪刀，对吧？我先选剪刀，反过来右键确定了，然后你看，哎，我右边这块就没掉，对，它就相反。但是有什么差？通常就是说trim 它是那个。用的很少，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通常改图的原因的话，通常就把原稿会再留着，即使他剪多余的线都会留一下，这样子方便去调整。这样子。好，那一个面，然后我现在就这样子，我换一下哦，我再拉一块面，随便呗，就一样。对，你看我下面有个面，这个面它可以在这根线的上面、下面都没问题，只要是我现在我选择是顶视，对吧？Top View，我是在顶视这个操作面时候就可以了。然后一样，先选这个。然后在右键选一下它，然后再选一下它，对吧？哎，你看到，哎，面也可以被剪开，实体呢一样可以，但是被剪了以后，它就不是实体了。为什么呢？现在试给你看，面都可以剪了，反正就是说啊，然后这时候那个我们就选一下实体，对吧？实体是这样子，嗯哼。像我拉了一个实体出来，对吧？你看这根线是在这个实体贯穿出去的，但只要我们在顶视图上面，选一下。那个剪刀工具对吧？操作你们就自己再来一遍吧，我是点习惯了哈。那个啊，先选实体，然后再选它啊。OK，你看，看着了。哎，你看，对，实体也可以拿来剪它，对，没错的。就是说，但是不要拿实体来剪了，实体剪的话你就拆三段了。通常拿线来剪啊，你有看到这个剪啊？回去看看，你看，它就一个空壳，它并不是一个那个就是说填满的一个实体，对的。如果要那这时候如果你想说啊，我要完整的一个什么？完整的一个。就剪出来实体有没有办法了？有，当然有了。这就是我涉及到我们第三个讲的功能呢。第三个讲的功能是这样子的，哎，来我拉一下，哎，上之前我讲过吧，这个东西反正就是说故意把它拉大一点，拉多一点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通常是这样子啊，因为心里有很多小问题，小问题我也不解释了哈。那个你看着了，布尔交集那两个，这两个是什么呢？我点一遍，点一下，再点一下那个一二两个右键，哎，你看对，两个变成一个实体了。那就是说，哎，懂了吧？然后这时候呢，还能怎么样呢？对，一个选第二个，什么 A 右键 B 右键，对，A 减 B 啊，等于那什么了？A 是 A 减去 B，那剩下的部分就这个了呗，就这么简单哦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共有部分啊，交集，中文上面叫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操作错误了，一左键右键再 B 右键啊，好，你看就抽出中间这一块了啊，你看，对，看到了吧？中间，哎，对，就共有部分，就是这样子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今天讲的是不是很快？对，就是这么快。三个功能，对吧？布尔交集剪辑，其实就这样子，非常简单的。然后你们有一个要多练一下，是这样子，比如说啊，你们有一个，比如说我现在再拉两个，我随便再拉两个块出来啊，
我现在哎，投资，果然不能在这个视图上面操作啊，因为我习惯是在这三个 perspective 真的是随便选一个点的时候我才会用，不然很少用。是这样子，你们很多时候不管用哪一个工具，比如说我一选这个，被剪的，我想它被剪，对吧？一，右键再选它，对你看到，就是说哪一个操作步骤，点击步骤一，第二个要点什么？点就是说再来一遍。就比如说，我现在要剪开，对吧？一右键，我要选被剪的。第二个选剪刀，对吧？右，第二键啊，二，就这样子，哎，拉开了。你们要哪一个练等主任？就这个中间的操作步骤，先点什么，后点什么。当然，你可以看这个上面这个命令栏，对吧？能看懂这个就最简单了。好，那一个有什么问题，下面留言给我啊。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